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把磁阻的和这个磁电路的部分呢，已经大概的说明了。那我们接着，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整个这个磁性物质的部分，它的 behavior 是什么样子的情况？那这关系到就是说，我们在之前已经把说我们因为这个外界的磁场，加入以后，我们会感应一个这个 magnetic moment。那这个 magnetic moment 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magnetization。这个物理量呢，跟它有一个关系，那我们就用 χm 来表示。那这个 χm 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magnetic susceptibility。OK， 那我们说 μR 基本上就是一加开 m， 那 μ 呢是等于 μ 零乘上 μR 部分，这是在之前我们都已经讲过。那在我写这个关系式的时候，我已经把它写成比例关系了。那比例关系的唯一条件成立是什么？原来这个是一个 matrix， 对不对？那对，它一定要是什么 linear， 而且它要 isotropic 的 median 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已经在这里，就是一个有一个条件 linear 跟 isotropic 的 median 才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在这边的话，事实上我们在上一堂课，好，我们已经看过我们的 μR 了。 μR 就是在课本的那个 appendix 的部分，如果你不健忘的话，你可以在有带课本的同学还可以再把它翻开来看一下。676页 OK， 那你看到这个676页里面的 μR 的部分的话呢，你会看到有的是大一，有的是小一的部分。换句话说，我们如果 μR 它是小于一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叫做 diamagnetic。反磁性 ，OK。那如果 μR 呢，它是大于一，我们叫做 paramagnetic。顺磁性。好，那如果呢，我们的 μR 呢是远大于，对，这才是铁磁性。哎，那 μR 远大于一的情况之下，可以到达十的二次方到十的五六次方都有可能的。那我们今天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先集中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反磁性的部分的话，首先我们看到的一个，我们把它做一个微观的描述的部分。我说在之前我们也稍微的提到过，就是说基本上面你在原子的尺度里面，原子核核外的电子绕着原子核转 OK， 那这个电子呢绕着原子核转的部分，那有两种东西是
对这个此举有贡献的，在上一次有讲过了，哪两个？智贤，对，学姐说智贤，因为他已经学过近代物理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对，一个是他在这边的 orbital 的 motion。 那我们把这个自旋的部分是把它 ms， 那另外一个呢是 ml， 这个是 orbital motion， 电子的轨道运动所引起。那平常呢，如果没有外加磁场，我说 apply field 是等于零，外界的场给它是零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可以大概的看到，就是说你把每个电子的 ms 啊加 ml 把它加起来的时候，那 i 等于1到 n， n 是什么呢？ n 是每个原子里面的 total electron。那每个电子都有自旋，那有它，你把它加起来的话大概是零，这是我们一般的情况，没有磁性的 OK， 不是磁性物质的情况之下，它就是这个样子。好，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我如果把我外界的场加上去以后的话呢，那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说，这个电子在这边绕，绕着这个原子核 ，OK， 在运动的话。那我现在我把场加进去的时候，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谈到任次定律，但是你们在普通物理里面你们都学过任次定律了。好，原来这是一个电流环啊，对不对？因为电流在那边，电子在运动就是一个电流，类似这边有一个电流是这样子流的。那我们现在呢，把磁场加上去。好，那你磁场加上去，哦，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到这边应该刚刚告诉你们一下，在这个黑板我算错了，移项过来的时候，这个 LG 是 LF， 移项错了哈。刚刚擦掉的时候没有讲，好，你们如果看那个影片的时候，可以把它改一下。哎，那同学，你们的那个笔记自己改过啊，哈。我们现在看一下说，在这里面，你现在有一个电流是这样流 ，OK。那我现在把磁场加上去，磁场加进去以后会有什么效果？任次定律告诉你什么？我要产生一个反抗它的磁通量产生出来，对不对？换句话说，你现在你的磁场加进去以后，我应该要感应一个反抗它的磁通量，然后它的磁通量是这个方向的。那你反抗它的磁通量的时候，相当于是什么？你就是 induce 出来一个 magnetic moment。 你现在对这个电子来讲的话，它是这样子在绕，它是这样子在绕，相当于电流是这样子的方向。那电流这个方向的话，是不是一个 magnetic moment 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现在你在这个类似于，你就现在不要想你是这个电子人，你这是一个电流环。好，你把它加了磁场进去，你要产生一个反抗它的磁通量，你这个磁通量是不是这个方向？那相当于我常提供了一个什么 magnetic moment， induce 出来一个 magnetic moment， 所以这个 magnetic moment 是反抗磁场的 magnetic moment， 所以这个就是抗磁性。为什么有抗磁性的最基本的来源？ OK， 那换句话讲，你这个 induce 出来的 magnetic moment 看，它永远跟你的 applied field 的方向是什么？相反的方向。这是你必须要知道，而这件事情是每一个物质，每一个 material 里面都有原子所组成。那既然有原子所组成，你就有电子环绕的原子核在运动，那你就可以把电子环绕的原子核在运动这件事情当成是什么一个线圈。那你加 apply field 的时候，你一定会 induce 出来一个 magnetic moment。 所以每一种物质都有抗磁性，这个抗磁性呢基本上面是一个每一个 material 里面都是必它自己本身 intrinsic 的这个就是完全它是自发里面所存有的性质。那也许同学会问我说，那 paramagnetic 跟 ferromagnetic 里面有没有 diamagnetic 的性质？我说有，但是当你的 paramagnetic 的性质大于你的 diamagnetic 的性质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你 total 表现出来的就是顺磁性。 OK， 然而有一些物质它就是本身 total 的 magnetic moment 都是等于零，所以这个性质就会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呈现出来。那像什么呢？像 bismuth， 然后铜、铅，这个 germanium 现在还有一点点争议的，它有好多性质，silicon 也好多性质，是觉得最近几年感觉它又像半导体又像磁性物质，有一些东西是还可以再去开发的。然后金啊，甚至于 diamond， OK， 这些都是有非常强烈的看到你的 diamagnetic 的性质。好，所以当我的 diamagnetic 的性质 OK 完完全全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在外界没有磁场的情况之下，那大概它的 summation 这是一定会维持的。好，这是第一个情况。那 paramagnetic 呢？paramagnetic 的性质是说，你这个 material 已经有残余的磁极，它不会等于零的情况之下，
当你不等于零的时候，你外界加了磁场以后，这些的磁极散起来不等于零的时候，是会顺着什么磁场排列 ？OK，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老早就已经讲过了说，一个 magnetic dipole moment， 那有磁场，就 apply field， 那你这个，当你的磁场加进来的时候，这个 magnetic dipole moment 就会什么，会有一个 torque 让它转向磁场的部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顺磁性物质里面常常碰到的。OK， 那磁铁磁性的部分，它一定有一个 domain 存在，就是我们在上一堂课讲的，你的 material， 你去用金像显微镜啊，在材料里面的金像显微镜，你去看，你这个是一个一个 domain 不同的啊，那它就有不同的排列的磁矩，好，那每一块好像这个田一样的部分，这是我们这个ferromagnetic 的部分。那其实material 分裂不是只有这三种而已，还有铁电磁性，好，越来越多的非磁性跟磁性的物质是最近这几年里面是非常 hard 的所谓的新颖材料的研究，铁电磁性等等的。所以你们不管你们现在才大二，对不对？即使你们到研究所博士班的时候，可能你们的研究主题就是会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在很 hot 的一个这个 studying topic 的部分，OK， 这是我们在讲这个整个磁性的物质的部分的话，记住的所有的 diamagnetic 是所有介质里面它 intrinsic 的这个 property， 它里面已经存在有的。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磁的部分，无论是理论，无论是实验，它还是一个很大块的未开花的处女地啊。在科学的研究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一些研究者，他就是把周期表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就像那个什么化学的炼金术的过去在古老化学里面，你要炼金术的话，你就把周期表的东西加加加加加，这个加这配配这个一样的。现在对于这个整个磁性的部分也是这样子，就是把周期表里面的东西配在一起，然后再看它的磁性是什么样的变化。OK， 期待去找出一些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新颖材料出来。那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没有两个介质，那两个介质 material one 跟 two。那既然有介质，那它的介面的部分，在介面里面的话，如果你已经知道，在这个介质里面 ，OK， 我把这个已经上面已经画下来，就在这边就写成 one， 我们写 two。好，那我们说我们已经知道 H one 以后，那到底进到这个 material two 的时候呢？那 H2 是多少？那这里就是跟电学里面是类似的，我们就必须去探讨我们的 boundary condition。OK，
我们就要去探讨我们的 boundary condition。 那这个 boundary condition 的部分的话呢，第一个你有兴趣的当然是 H 值，第二个有兴趣的当然是 B 值。 OK， 好，这就是两个部分。那探讨的方法其实是跟什么，跟你在电学里面是一样的，因为在四个我们已经学过的这个fundamental equation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高斯定理的部分 ，V dot ds 是等于零，这个高斯定理的部分。那怎么用高斯定理来探讨我们的这个 boundary 这个 condition boundary condition 呢？那基本上面在高斯定理里面很清楚的告诉你，你一定是一个什么封闭面的积分，对不对？所以你只有在 boundary condition 的地方你就做一个封闭面。那因为你是在 boundary 的地方，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面封闭面的厚度啊，它的高度你一定要让它趋近于零，才会是接近这个 boundary。 OK， 所以你 delta H 一定要趋近于零，这个Gaussian surface这样子的情况，你 delta H 趋近于零的情况之下的时候，那同样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是，对这个面上面现在有三个，第一个是上，第二个是下，第三个是侧面，对不对？那换句话说，你的 B dot ds 是有三块 B dot ds 的第一个 surface，这是 N1， 那这是 N2， 再加上 V dot ds 是第二个部分，再加上 V dot ds 的 side surface， 那这个要等于零。在这里这一块，因为你的 delta H 是趋近于零的，所以我们几乎可以把它分裂不计。那上下的 surface 是一样的大小的话，唯一不同的是一个 V1 进来的到 V2 的部分，你从 V1 到 V2 的部分的话呢， V dot ds V1n ds OK， 你把 V1乘上 n， 就是 v1n 在投影在这个上面，我们现在定义的话刚好是负值。好，那把它积分起来的话 surface 整个积分，因为我们也希望这个 area 的大小等于它 s 的面是区域面积的，所以这个面积的部分是 a。 好，再加上 v2n 乘上 a 就等于，所以马上你看到的是 v1n 等于 v2n， 这是第一个 boundary condition， 你就可以知道。那 v1n 等于 v2n 的时候，如果我们碰到的是 linear 的这个 median 的部分 OK，那我就可以知道说 B 跟 H 的关系 B1 是等于 mu1 的 H1， 然后 B2 呢是等于 mu2 的 H2， 所以你在这里
你就马上是知道 mu1 的 h1n 是等于 mu2 的 h2n。 所以啊，你注意哦，我们说 v 的 normal 方向是连续，但是 h 的 normal 方向并不是连续的哦。OK， 好，这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的。好 ，v 的 normal 方向是连续，但是 h 的 normal 方向是不连续的。这是第一个，你用高斯定理的部分。啊，第二个，我们说两个 fundamental 的 equation 里面，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安培定理。那我们把安培定理的部分，我们说 h dot dl。然后一个 close loop， 因为线积分的部分它是等于在这个 close loop 里面所 total 的电流。那也因为你现在是在 boundary 的地方，所以你的 close loop 我们在 boundary 的地方呢，我把one two 把它写在边边好了，还是画在同样一个位置。一二，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 close loop， 那这个 loop 在 boundary 的地方，我就做一个 close loop。那这个 close loop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宽度 delta w 要趋近于零，让整个 loop 完完接近 boundary 的部分。所以你的 close loop 的 delta w 要趋近于零。好，因为你在 boundary 啊，你只有 delta w 很小的时候，这两个面，这两个这个那个 loop 的是沿着 boundary 在走。那我们现在我们就看一下，我说我这个 close loop 的部分的话呢，好，我们看到的是我的 h 进来的 h 沿着这个 loop 的方向 h1 跟 delta L 好了，那 delta L 的方向是这个方向，所以你 H 投影在 delta L 的方向，是不是就是它的切线方向，对不对？换句话说 H1 dot delta L1 这一个啊部分的积分其实就是 h1t 乘上 delta L， 这 delta L 就是这个长度，来再加上原来是有这一段跟这一段，我们把它加上去好了， h dot delta w， 那我把它 a 到 b，b 到 c 到 d， 这一刻我直接这样写好了，这样免得你们误会。这个是 b 到 c，h dot dl， 再加上 d 到 a，h dot dl。这两个部分呢、delta w 呢是趋近于零，所以我们不管，我们把它忽略掉，因为你已经接近零的情况了，是贴着这个面。那这个部分呢 ，h dot dl 呢，我也把它写成 dl 好了。从 a 到 b 的部分，它乘出来是 h1t delta l， 然后从C 到 D 的地方 ，H dot DL
它应该乘出来的这个 H2 H dot DL 它应该是 H2 T 乘上 delta， 有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整个要等于什么？要等于流经过这个 close loop 里面的电流 I。 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是一个 boundary 啊，那你的 loop 呢是沿着这个薄薄的面上面的 loop， 所以流经过这个 loop 里面的电流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 surface 上的电流。因为你的这个 loop， 我们说我们这个 loop 已经非常接近薄的不能再薄，薄薄的一片这样子的一个 close loop， OK？那你流过这个 loop 里面的电流，那是不是就是在这个 surface 上面？哎，已经不能再补了。所以，实际上，你现在要看你的 I 的部分，这个 I 就是这里的 surface current， 这样有没有问题 ？OK，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 I 呢？写成我的 surface current 乘上，好，乘上我的长度，就是我的 I。哎 ，L 不是 HW，L。对，没有问题。所以你相当于是它等于 JS delta， 所以我们把 delta L 消掉，我就变成第二个关系，在这里我们就发现，我们就发现 H1T减 H2T OK 就等于 JS， 这里的 JS 啊是你的 surface current 哦，density OK， 所以你的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JS 的部分啊，我们 I 啊本来是什么？本来就是存量，但是我们在 surface current 或者 boundary current 的部分，我们的 J 呢是向量，那到底它的电流的方向是什么方向呢？那就要看什么？你现在这个 loop 所取的方向，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就是你的 surface current 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如果我把这个关系是把它用成我一个向量来代表 JS 的部分，我已经知道说我的 JS 是什么，是这个方向，对不对？我已经很知道这个 surface current 是这个方向。OK， 那我们马上我们可以看到，我这边是向量，那这边呢 ，H1 减 H2， 你要用一个。n 跟它乘的时候，那很简单的，
我们平常我们常常用的就是从 N1 的位置，因为 N2 常常是 material， N1 是这个 area 的部分，我们常常会把 N2 的方向定义这样， N2 的方向就是用 N2 的方向，那 N2 来 close 它，所以 N2 close H1 OK 好， N2 close H1 等一下 N 对 N2 close H1 是不是就是这个方向，对不对？然后 N2 close H2 也是这个方向，都是 J 的方向，那你就把大小跟方向全部在这个地方表示出来了。原来这个你没有办法看到你的 current 的方向，那写成下面这个关系式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你的 current density 的这个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的方向了。那记住 N2 的方向Normal matter 好 ，unit normal matter， 从二指向一，好，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看到了这个地。啊，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所以你现在你的 boundary condition， 你有它有它有它。那换句话讲，假设啊。我们说这个 material 根本没有 surface current， 它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是等于零的时候，那就代表的就是 H1T 等于 H2T。 好，这是我们常常会碰到两个 material 它上面都没有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那这个 current 只有在表面有而已的话，那这两个的 material 的 H1T 跟 H2T 你就要相等。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那这个 boundary condition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给一个习题。这是第四个习题哈，下个礼拜就要上台哈。好，第四个习题呢，很简单。这一个 material 是 mu1， 这个 material 是 mu2。那如果我已经知道 H1。好，那 H1 呢跟 normal 方向夹角是 alpha1， OK， 那我们现在要求的 H2 有什么问题吗？好，已知条件我已经知道 mu1 mu2 的值，我已经知道 H1， 然后呢我要求 H2 是多少，这是常常我们会碰到的。
那我们常常会碰到的都是这种情况，就是说我有外界已经有磁场了，我也知道这可能是真空，那我到戒指里头，我到底我的 H 是怎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假设 Medium One，OK，是非磁性，然后 Medium Two 呢是磁性。OK， 那我要你告诉我，在这个条件底下的话，里面的 H 有什么特征？换句话说，原来你的第一个题目里面的进来的可能 Alpha， 我们说 H2。可能是跟 normal 方向夹角是 alpha， 那 alpha 现在是怎样？有什么特征 ？OK， 好，那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很有趣的特征。好，那第三个一样的情况。如果反过来 ，medium one 是 material， 它具有磁性 ，OK， 然后 medium two 呢是非磁性。那我是一样的，我要你告诉我 H2 是什么， Alpha2 的特征是什么，对，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两个情况的话是我们常常看到说，好，你快，你现在有一块磁铁在里面了，那你也知道说这个磁铁呢，它是磁都很均匀的，那它外面的磁肉呢是什么？就是这种情况。OK， 所以当你在探讨这个 boundary condition 的时候，你就大概知道说你介质互相交界的地方，你的磁性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OK。